近日陈坤在董洁的微博下甜蜜评论，让网友看出了一些端倪。其实在董洁复出之后，陈坤一直是那个在背后默默支持董洁的人。陈坤和董洁让粉丝仿佛回到了当年那部经典之作《亲粉世家》。陈坤饰演的豪门少爷金燕西与董洁饰演的寒门女子冷清秀的爱情故事曾经让很多人动容。虽然两人当时是这部电视剧的男女主角，但是两人的心图却相差甚远。陈坤凭借精湛的演技和出众的外表，在电影圈闯出了一片天，成为中生代的佼佼者。而董洁也因为结婚渐渐失去了人气，不过两人的感情并没有因此而疏远。2012年，董洁与潘粤明离婚，甚至还爆出了董洁婚内出轨王大治的消息，一时之间董洁的声誉降到了谷底。曾经的青春女神居然婚内出轨，这样的骂声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停歇。陈坤在董洁最需要的时候依然支持着董洁，每年的生日陈坤都会为董洁送上祝福，这让网友开始怀疑这段真挚的友谊了。不少网友喊话希望两人在一起，一个单身父亲一个单身母亲，难免会让人想要去撮合。你希望他们在一起吗？